快看呀，这是什么皮肤呀？盘点迷你世界那些没人见过，因为长得丑没上架的皮肤。嘘，这三个皮肤一个比一个恐怖。第一个绿绿的皮肤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浑身都是绿绿的皮肤，它还没上架了，官方就把它删除了。好多人说它有点像另外一款游戏的怪物苦力怕。Oh my god！ 于是啊，它成了第一个被官方放弃的倒霉蛋，我感觉也很恐怖呀。第二个是这个皮肤啊，压根就没上架了，官方只是测试了一下在新手村，但是还是被一些玩家给找到了。于是我就收到了这个视频，头发是黑色的，穿着绿色的上衣，蓝色的裤子，白色的眼睛，怪不得被删除，看起来就是吓人呀。第三个卡卡，有人说现在的卡卡好好的呀，可是啊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在古老的版本中存在着一个鬼神卡卡，伙伴们就是这个黑黑的，你们看删除它的原因，这个就不得而知。可是啊，在现在的游戏中，确实我们找不到它了。